来给你们看看，这个窗帘里有两个小朋友藏起来了，给你们看看都有谁。哎，猫儿，好、啊、跟哥哥在这里边呢，底下还有一个。来，准备咱俩玩个游戏。行。哎，快扔了吧。老了。带你俩玩一个吹卡片的挑战、啊、看谁输了咱们就喝这杯柠檬水。没准就让你喝了啊，大哥哥。咱们今天用哥哥的奥特曼卡片摆在上面，咱们仨轮流去吹，谁吹到最后一张就是输了，就要喝这个柠檬水。完了，懂这个游戏规则了吗？是不是？懂了。妈，这柠檬水酸不酸？酸不酸呢？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，要不然你一下就得吹掉了就完事儿了吧。吹点让我妈喝。今天可不一定是谁啊，没准是我赢了呢，你俩喝。哇，吹了我的。哥哥加油，哥哥加油，让他多吹点。哥哥加油哦。底下还有一张，哎呀，完了我的，哥哥要喝柠檬水了啊！哎呦，哎呦我天，哥哥柠檬水啥味儿啊？我必须让你俩尝这柠檬水是啥味儿的。那咱就再来一局，看看谁会输。谁是哥哥啊？绝对不可能，啊不可能的，来！哎呦，哎呦我的妈，真是人吹呀！好，哎呀，行了，就这样。哎呀，哎呀妈，这可真是流子，就还吹的最多。哎呀，吹热的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喊？哎呀，是我来就我来呀。哎呀，咋的不想喝呀？不是吹不下去。哎，到你的了，喝，小凡。妈，小韩都喝了，妈，厉害不厉害？好喝。哎呦我的妈！我这是作为惩罚的，看来柠檬放的少，下次我给你们放一个啊，放里边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喽，拜拜。柠檬水是真好喝呀。